样的见证。我相信很多人听得都有感觉，他替我们走过23年迂回的岁月。东吴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办的大学，他也曾经问当时一位教授一个圣经的问题，可惜那位教授弟兄啊，大概因着事务忙忘了给他回答，结果害他23年寻寻觅觅。自从他找到主之后，他回来再和那位教授就说，那时候你好狠啊，怎么不给我回答呢？啊，但是呢，后来他就写了见证，那位教授在他所编的杂志里就登一篇见证，以表道歉。但是我相信他这23年没有白过，借着他这样的寻找，这样的攀登这个高峰之后，他回头来跟我们见证，在那里好像只到了喜马拉雅山，再往天一看还有更高的部分，但那部分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攀登的，乃是需要神来的力量，神来的启示。所以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位，他是神？昨天我们就说了，如果有神他要说话，如果他的说话，他有说话一定是真的，千真万确，而且是一字不改，而且是句句珠玑，字字金石啊，他果然说话了，而且圣经用2500-600次说，这是造天地的神说的。他说，我造诸天，建地基，造人里面是灵的耶和华。啊，天地要改变，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不能废去，都要应验。这就是昨天的题目，真理的探索。你所读的，当时我们姊妹会去成为尼师，成为大师，因为他大学毕业他就去了花莲，在那里啊，看见大藏经100多部，哎呀，他真是朝闻道夕死可也的胸襟呐、啊！他就一头钻进去，他不是为了看破红什么红尘啊，四大皆空，他是看见真理而要寻求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寻求到末了，到底你寻得什么样的理？这个理是人的顿悟、人的思考、人的智慧呢，还是神来的启示？神来的启示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昨天我们说了，这个真理神的话乃是啊句句清楚的，而且它是几千年来从科学角度说，它的话都跟科学不止没有冲突。我可以告诉大家，所有科学和圣经冲突的，早晚科学要修正。所以大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一再认错的过程，只有圣经不必认错。这是何等骄傲的话，不是我们骄傲，是神的话句句定准。不止这样，圣经有很多昨天我说过的科学的话啊，都是到后来2000-3000年后才发觉是真的。地球是圆的，地球会自转，空气有重量，圣经早就说了，而人类不过几百年才领会，而圣经的话早就安定在天。亲爱的朋友，要追寻，要追求这样的真理。而圣经所说的，不光是说道理，不光是说宇宙的来源，是宇宙的说明书，更是人生意义的说明书。今天人问，人盼望活下去，活下去之后就盼望活得更好，等活得更好之后还要问第三句话，我活着为了什么？而这一切活下去，活更好，活得为什么？圣经都有答案。而今天人类科学社会学一直进步，心理学医学一直进步，怎么进步？研究有限。医学告诉我们，我女儿现在也在读医学院，医学报道给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现在对医学对人身体的了解只有2%，还是奥秘，人是个奥秘。为什么吃的是白米饭长的是黑头发？为什么吃着红萝卜长的是白牙齿？这是奥秘，你要知道，这是完全一个生命的奥秘。不止人肉身是奥秘，圣经告诉我们，人分几部分啊？三部分，你不要回答头部、胸部、尾部、啊、这只有一部，这一部叫做 body， 叫做身体。圣经说三部分一讲就清清楚楚，分三部分：灵魂、身体。
外面有身体，四肢五官白体，享受物质的丰富。所以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放纵主义者，是自然主义者。我有什么我就享受什么。哎呀，这是外面的大自然为人而造，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给我们享受。但是只有享受外面的物质不能满足，你就需要再看见人还有第二部分，吃喝饱足还不行，对不对呢？你还需要有一点学问，你还要需要有一点爱情，还需要有一点事业，还需要有一点的忙碌。为什么？因为你还有魂，还有精神。这个精神领域，魂的领域，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魂有三部分，清清楚楚。而这三部分是什么？心思、情感、意志。而心理学家也慢慢跟上，经过几千年的进步之后，才在几十年前啊的百年前就讲 IQ， 你的 IQ 要好 ，IQ 就是智商，智商就是所谓的心思，心思这个人灵不灵光，思考能力怎样。但是呢，到了20年前吧，又多了一个名词叫 EQ， 这个人 IQ 很好 ，IQ 160，只给 IQ 100的人做员工 ，IQ 100做老板。为什么？因为 IQ 100的人有 EQ。很棒，所以就多一个 EQ， 叫做什么人际这情绪智商。有的 IQ 很高 ，EQ 古怪，不能掌握情绪。情绪是什么？情感。所以圣经早就清清楚楚。我每次读到这些，我说：“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寻寻觅觅，不要直接读人生的说明书。”圣经，哎，圣经说 IQ 不够。IQ 是敬畏耶和华，就 IQ 的开端，智慧的开端啊！我昨天说了，然后呢 ，EQ。哎呀，真的，你去读EQ 那本书，我很喜欢，我早就买了啊。EQ 那本书读完，我哥哥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光宏啊，这个我发觉 EQ 最好的人就是活在灵里的人。”这句话你还不懂，你有里面有个灵啊，你照着这个神的灵与你合一的灵活啊，这个人 EQ 真好，你就有爱呀、啊，你的情感对了，你知道吗？哎呀。所以我一看 EQ 又一个名词，才不过是魂的第二部分，还有第三部分还没有摸着。哎，最近这10年8年又有一个名词了，叫做啊，你有 IQ 不够，你有 EQ 不行，对不对呀？啊，我们这个中医师对不对？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啊、哎，是你吧？是啊，对啊。那么还有一个 Q 啊，叫什么？他们就说是叫做 AQ。什么叫 AQ 啊 ？IQ 智商、心思 ，EQ 就是啊那个情绪管理 ，AQ 叫做什么？抗压商数，抗压商数就是 adversity quotient， 就是啊抗压力。今天呢、啊、这个时代抗压力越来越小了。美国日本叫做玻璃儿啊，日本现在啊就玻璃儿好脆弱啊，一天到晚孩子自杀一大堆。特别我知道有一个孩子，他才大学刚毕业，玻璃儿一个啊，到了。办公室这个迟到了，那个小舅长啊，小舅长就拍桌子，嘿，把盖了，哪里有顿岗啊？为什么迟到？啊，迟到了，哇，他们一骂，他当场哦，就那个13楼啊，他就把那破窗而飞，做超人去了，就飞下去了。这个完全脆弱，玻璃儿。那现在我们台湾哥是草莓族啊，动不动就睡了，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我们昨天说啊，人类到了2020年，34亿人口都有忧郁症。而2050年，人类今天自杀是死因的第10位、第9位，但是2050年将会是第3位。为什么自杀？这个自杀中心呐、啊，不是自杀中心，叫什么？就那个什么生命线告诉我们说，自杀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无助。当他觉得无助的时候 ，helpless， 他就很害怕。第二个无望，无助。第二个无望，不知道，没有盼望了，他也想自杀，得了重病啦等等。第三呢，无意义，当他找不到人生意义的时候，就想自杀。我告诉你，无助、无望、无意义，主耶稣就是专治这种病。真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在那加给我力量，加给我们力量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哎呀，你不知道我这几周啊，每天要讲几场啊，我就背稿子，我背死了。告诉你，没有一次要背，我就不要离开他。我说主啊，等一下我要怎么讲啊？主啊，你可不要离开我、啊，离了你我就 out 啊，我就不能做什么，压力太大了。但是照着他，我里面就活水的泉源了。你知道吗？在他里面，凡事都能做。你不是 helpless， 你是啊 helper， 在里面。
主说他是我们应时的帮助。哎呀，今天世人我看真的是好虚空，无论看多大的成就，我知道他有所缺口，人生有缺口，因为他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啊。这个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样，都靠啊前台后台啊，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前台后台都会垮台。圣经说你要依靠神做我们的高台。哎呀，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帮助，你要知道神是我们的帮助。第二个就是没有盼望，真的有时候你越有成就的人越发觉他没有盼望，他得到这个，昨天我已经说了，人生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想要得到的得不到，第二个悲剧想要得到的得到了，一得到发觉不是我要的，所以比尔盖茨昨天的故事啊，才会最后说我的第三个愿望就是要有第四个愿望啊。什么意思？就是不满足啊，就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圣经里哎呀，说到盼望，他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哎呀，有一种盼望叫做荣耀的盼望，真的这个盼望越过越荣耀。我42年信主了，这42年来我真是一天比一天兴奋，我只是啊跳的高度不能更高啊，否则我今天巴不得越讲越跳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跳，年长了还要跳，为什么？我蛮有盼望。哎呀，然后所以 helpless hopeless， 我们不是 hopeless case， 不是没有盼望的 case， 我们乃是有基督做我们荣耀的盼望。第三呢，没有意义，不知道活着做什么，真的没有说明书怎么有意义，对不对？没有说明书你不知道那个东西的意义，杯子没有说明书不知道什么意义，怎么做。然后有的拿杯子去插花啊，杯子有字说我抗议，我抗议，我照杯子插花，我是要装水的，对不对？啊，有一次一个华侨啊，到他从土人国家回来啊，这几十年前了，他来到中国大陆买了很漂亮的伞回去啊，他就送给这个土人说，土人啊，不当然不叫他土人了 就是阿猫阿狗啊阿花啊，对，哎，我送你这个伞，这个伞很棒哦，你以后下雨就不怕了，一下雨这个伞带着就不会淋到雨了。哎呦，他可兴奋了，带着伞天天等候大雨，果然哦，大雨来了，他就带个伞出去，哦，我今天不怕雨，一淋出去之后怎么雨一下照样点到头，照样淋到身体，他就气了，这个伞这么拿也不对，那个拿也不对，他弄得落荡机回来，他就跟那个老板说，你开什么玩笑，你看我今天凌晨什么样子，我带的伞没用，你伞怎么带的？我就带着啊，你听我，你告诉我带着啊，你怎么就带着啊？对啊，就等拿着，拿抱得好紧哦。他就哈哈大笑，好笨哦，好笨，怎么办怎么办哦。他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要打开啊。他说，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要打开，就从来没告诉我 啊你看，他说刚我这点管公婆不得急呢，就那么一个秘诀。亲爱的朋友，你说啊，人怎么弄都不满足。是的，人有灵魂体三部分，外面有身体，中间有魂，魂有心思情感意志，你怎么有爱情故事，你怎么有知识，多几个博士不能满足，你有多少的事业越多，我告诉你没有办法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有第三部分。这第三部分圣经告诉我们，创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当神说到人的时候，他造天造地和人的什么呼应？没有说和造水汪汪眼睛的耶和华，也没有说乌溜溜秀发的耶和华。他看来眼睛水汪汪乌溜溜秀发都算不得什么，也没有说 IQ 180的耶和华，也没有说情感怎样的耶和华。他说并造人里面是灵的耶和华。在神看来，天地和我们的灵并重。人呢，我们中国人说，哎，天地人三杰，天地和人是三大杰作。但是呢，人的重点不是你的身体多棒，再棒皮再厚没有鳄鱼皮厚，对不对？身体再大没有老虎壮啊，牙齿再狠没有老鼠咬劲儿强。人都是有限的，对不对呢？所以呀，你不是比身体，你比魂，比 IQ， 哎呀，这山比那山高，这些都要过去。但是各位，圣经竟然说，但在人里面有灵，人里面有灵，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一盏灯啊。人做什么的？人是一个 receiver， 人是一个器皿，人是为着得着神作永远的生命。就像那个伞，伞怎么用？打开。人怎么用？
敞开，你把人你敞开呀、啊！我告诉你，中国人哲学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是至终的答案。但这句话刚讲不懂，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人合一乃是神人调和。而你要认识神，圣经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不是博士头脑，必须用不是热爱的情感，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拜他，诚实拜他。这一拜一祷告，摸着他了啊！各位，所以简单的说，在圣经看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器皿，是盛装神。这圣经实在是一本说明书啊！所以无论你装什么，不会满的啊，不会满足的，让心骨巴肚，卡听都听不罢。对不对呢？所以 Nixon 曾经讲过一句国会的这个国情之文，他说啊，今天人类已经啊，哎，对太空很有了解，几乎要征服外太空，但是我们对内太空一无所知，我们无法征服内太空。人的知识、人的富有、人的享受，不无法追求 inner space， 里面有个太空，他说不出来。圣经实在很简单说，人里面就是有灵。这个灵的太空，无论你得着地上有多少东西，没有它，你还是真空的。你我这个部分只是为神而造。若是有这个灵慧，你马上就知道。所以圣经的启示，我要说和社会的启示，圣经是 original， 而且一讲几千年放在那里不改变，人是慢慢追寻啊、哦。后来就发觉，原来身体以外还有啊 IQ， 还有 EQ， 还有 AQ， 哎。我知道还少了一样他没讲，最近书也出来了，叫做什么？还要注意 SQ， 你听有没有注意到 SQ 灵命智商 spiritual quotient 啊，灵 spirit， 他终于知道人有灵，但在人里面有灵。亲爱的朋友，但是呢，我说你发现的太晚了，我们已经享受好几千年了，我们已经认识好几百年了。亲爱的朋友，你我今天在这里不是在这里说风凉话，也不是在这里讲一个道理让大家笑笑，我们今天乃是真的像保罗，不是保罗，像摩西在那里说严肃的话。他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把生命和死亡、祸患和祝福陈明在你们眼前，你们要拣选生命。各位，我们太有把握了，你可以得着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故事呢？各位，我们啊，从头说起。所以我就说，人的追寻永远跟不上神的启示，不如先读神的启示，你就可以享受，不必啊去尝试失败的雨伞，你就直接问怎么用，然后他给你用一次，你就懂了。人的意义是什么？简单的说，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人放在一个地方，叫做东方的伊甸园。东方日出之地，预表荣耀盼望的意思，荣耀的前途。然后呢，伊甸园，神把我们放在园子里，乃是一个快乐的园子。伊甸就是喜乐，就是快乐。所以人生苦海不是原先的目的，人生本来就要快乐。神所预备的乃是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居在指望中，对不对呢？当时一摆好之后，他就叫我们肉身享受物质的创造，然后魂享受精神的创造。他有美丽的花朵、鸟儿、流水、小桥流水、各种的鱼儿水中游，都叫你赏心悦目。但是更重要的，请听圣经开头就说，在呀伊甸园里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关键是这个生命的字。在圣经中有三个字，我昨天说了，第一个字叫 bios， 叫 biological life， 就是生物学的生命。我们做医生的就是医这个生命啊。那么还有一个叫 psyche， psychological life， 就是精神的生命。所以精神科大夫是我最佩服的，因为精神科大夫冒险很大。我听说精神科大夫到末了自己也要找更高明的精神科大夫 double check， 我没有问题吧？因为太复杂，精神就更奇妙了。肉身奇妙，精神更奇妙。各位，灵是最奇妙，灵是最高超。所以呢，啊，等我们呢要看见这个人是灵魂体三部分，精神都满足之后，你发觉还不够，人里面有灵。而我在说，圣经真理的话，就是宇宙的说明书和人类生存意义的说明书。现在我们再回到圣经的话，好不好？我们就啊直接进到这些圣经节一处一处的。第一处是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怎么说的呢？他说：“造天世界以来，
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受造之物就给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简单的说，自从创造这个世界以来，世界那个次序，那个奇妙，大宇宙小宇宙，在显微镜底下，在望远镜里面所看的这个宇宙都是井然有序，都不是杂乱无章，这绝不是偶然。我们这个进来看见椅子排得井然有序，你不能说一场地震把它震成这样的，你也不能说乱丢，一丢第一个站好，第二个又站好，哎，就果然都站好，这不可能这么恰巧，乃是有一个安排。一看这么整齐，有安排；你看见宇宙这么整齐，有安排。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性明明可知的。简单的说，自从有这个台子以来，木匠的功夫明明可知的。虽然看不见木匠，看着台子就说有木匠。自从有这个大楼101以来啊，工程师的这巧思就明明可知的。虽然看不见工程师，见到大楼就看见工程师。所以这里说，自从有天地宇宙万物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牛顿就做了这件事，他是个好基督徒啊。牛顿有一次啊，他就建了一个太阳系模型，这么一转，哦，整个太阳系模型就转起来了，地球还会自转，还抱个小宝宝月亮啊，带着九大行星一起绕太阳。哦，这个他一转，哦，就转起来了。哎呀，结果他有一个、科学家朋友，他是不信神的啊。这个朋友啊，一来，哎呦，这谁做的 ？Wonderful, wonderful 啊！一转，哎，很好玩。他是谁做的？牛顿说 ：“Oh, it's by nature, 新型的啦，自然有的啦。”他别开玩笑，这当然有个很好的 designer。牛顿就很认真说：“先生啊，连这个小模型你都相信有个 designer， 那为什么这个真正的宇宙你不能信有一位神呢？”哎呀，宇宙大到一个地步，叫你惊叹。圣经说，神所度量是阔长深高，是追测不尽的丰富啊！你这太大了，你看多大？地球够大了吧？一个地球可以装49个月亮，地球够大，月太阳更大，一个太阳可以装130万个地球，哎，太阳也够大吧？我们呢、这个银河系有24000万个太阳系，一个银河系够大了吧？我们这个宇宙已经被探讨出来有2000亿个银河系，你我的脑袋根本没办法思考，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不能骄傲。圣经很简单说，关于有没有神，圣经说只有笨人说没有神。愚顽人说没有神，而自作聪明的人说好多神。圣经说我是独一的真神，我是自己有、永远有、从前在、今天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我造的计划造天、造地、造人，人是最后出现的，是为着成就我永世的计划。请读第二处《传道书》，这谁讲的？智慧君王所罗门的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从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不能细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看，你真的去欣赏风景，赏心悦目。成为美好，各按其时。然后呢，神却啊，将一个东西叫做不是永生，永生就不用传福音了，你我都有永生了。不，将永远，有一种永远的渴望，永远的期待，永远的追寻。所以今天的题目叫永远的追寻呐、有一个永远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要我们考虑永远的事，追寻永远的事。但然后呢，他说把永远放在安置在像栽种一样，我们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造天、造地、造万有，至终的作为，没有人晓得，对不对呢？人不能参透。所以呢，佛教、哲学都是参悟、参悟啊，要参透、参不透。圣经告诉你，不可能了，参不透，因为它超过人的头脑所能领会的。然后这一切又有什么意思？太多。到第三处，你看他怎么写的。保罗又说啊，说有恩典，这个恩典慢慢你会懂。哎呀，恩典就是神啊，竟然又做你的享受，做你的认识，让你的人生啊有神。哎呀，这个不一样，有神不是一个有可怕的神啊，叫你惧怕的神，是爱的神，生命的神啊，叫你的供应的神。这恩典啊，一起读啊，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基督有一种丰富。各位，我已经信主42年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几乎没有一天敢浪费。哎呀，每一天我就觉得主的丰富啊，根本不是42年能追求的，因为他是自有拥有永远的神啊。他的丰富，你越揣摩，你越经历何等的美好。所以啊，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我们这些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亲爱的朋友，你我都是外邦人，神今天竟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而且底下的话才厉害，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里有个奥秘，有一个经营，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章程，有一个目的，是啊，藏在神里面没有人知道，但今天呢，借着神的话向我们表明出来。这个话是什么？我简单的说，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造天造地，他却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安息之所，还要住在哪里。圣经你再读读，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人的灵，人的灵就是神的殿，神要与人同在。亲爱的朋友，这是个大福音啊，大喜信息，惊天动地啊，神愿与人住在一起。我有一个朋友住在 San Francisco， 台大毕业的。我有一次见到他，我说：“哎，他信主已经30-40年了。”我说：“你爸爸信主没有？”他说：“哎呀，我可惜我爸爸还没信主。他爸爸的名字啊，那个名字就是该信主的名字啊，因为他爸爸名字啊是中外杂志社的发行人啊，王成胜教授，王将军啊。我看我们吴伯伯一定认识啊。那个王将军，他是我们的儿，他那个儿子信主啊，几十年来被他老爸这个没好眼色啊，不高兴。”哎，所以当时我说问信主没有，还没有。我说他这个名字叫王成圣啊，成为圣别啊，只有神是圣的，你要得着神才是王成圣啊。哎呀，王伯伯啊，这个我说哎，应该让他信耶稣。他说哎呦，我好怕他。我说没关系，哪一次你回去我陪你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胆子很小的人啊，但是奇妙，圣灵与我同在啊，哦，主与我同在，说胆有胆的话，我就哎，我陪你去。后来他没有回城啊，是啊，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啊我们沈师母徐露姊妹啊，那么他也是一位从前啊这个什么京戏的名媛啊，名旦啊，很有名的。长话短说，他就陪我去了啊，陪我去，一见他80几岁老人家了，我就战惊恐惧，我说糟糕，我干嘛淌这个苦水啊？我这个老人家又学问又这么大，又将军又教授，又写了几百万文字给人去读，对不对？我去跟他人为言轻啊，讲什么？我就跟主祷告，主啊，对这样老先生不能讲太长，主啊，若是你愿意20分钟，求你给我20分钟合适的话语。哎呀，我一去见他，当然就先闲话家常，然后我们呢，沈师母就很厉害，他说我今天跟你特别推荐这一位啊，是跑进了很多国家，到处啊传福音，就当然美言几句了。我越听越有压力，我就主啊与我同在啊，然后呢他就要我讲一点，哎，他就安静下来听我讲，我长话短说20分钟，我就跟他讲，哎呀，王先生，你知道吗？哎呀，您的学问，您知道这个整个人类的追求中最高的追求，就是想要把人性的美德发挥到极致，就是致良知，明明德，止于至善，这是圣经的真理。圣经要人活出人性美德的高峰，但是啊，圣经里乃是要人呐、啊，哎呀，怎么样？不止不要做恶人，有很多人说，哎呀，信耶稣劝人为善，这只对了一半。不劝人为善的，其实信耶稣告诉你，你应该为善，但是你活不出来，立志为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啊。那么你说，哦，圣经叫人为恶，那更不是。圣经里很清楚看见，做恶人不对，做善人不够。就像这个灯泡啊，做脏灯泡不对，弄到蜘蛛网，弄到水沟里不对啊，拿来洗干净打蜡，对不对？对啊，好不好？好，够不够？不够。灯泡被照就是要充满电，彰显电的荣光嘛。所以做脏灯泡不对，做干净灯泡对，好，不够，必须做充满电的灯泡。
人啊，做恶人不对，做善人对，好，正确，但是不够。神造人放在伊甸园里，叫人得生命树，要和神通电，充满神的电的荣光。哎呀，我就简单的说，哎，这个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我就再说，然后这个人要活出至良之明明的止于至善，真正的真善美，神自己。然后啊，我说人类哲学最高的追求就是天人合一，我佩服天人合一的目标，但是我同情他们所追求得到的那个脆弱的答案。我说他们有道理，没有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说整本圣经其实就是讲一件事，不是天人合一，而是神人调和。神要与人住在一起，神要做永远的生命，给你永远的祝福，住在你里面。圣经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最大的福是什么？就是永生。最大的福就是神自己要做你的生命。我简单，当然我没有那么简单，二十分钟。哎呀，我讲过了，你知道吗？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老人家瞪大眼睛说：“李先生，你这样讲啊，我能信呢？”我一听啊，太好了！沈师傅说：“你能信就要受尽。”我心里想：“好快哦！”但是呢，真的，圣经说：“心里相信，然后口里承认，你就进到神的国，就保险了。”但是我们沈师母很智慧，他说：“不过不要今天，让你一个礼拜思考，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啊，要进就好好进啊，奉主的名进到圣灵里面，进到神的国度里。”果然，经过一个礼拜之后，不止他，他的夫人还有他的媳妇儿一起受浸。哎呀，还办了一个宴席啊，让我们吃饭吃到中午。那天王生将军夫妇啊，也都一起去观礼啊，去观礼。那天呢、啊，他的儿子在 San Francisco 听到他要受浸，打电话回来，哎，光弟兄，我要不要赶回来啊？哎呀，我怕赶回来他又闹翻了怎么办？看到我就气，哎，我说你最好不要回来啊，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回来啊。后来果然他信了主，受了浸以后，他回来了。哎呦，一家团圆，好喜乐啊！我实在是不能多说啊。亲爱的朋友，真的，神啊，他真的很简单。哎呀，有一句话说，信主耶稣没那么复杂，信主这耶稣真简单，好像数算一二三啊。怎么一二三呢？信主耶稣真简单，就是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他有旨意有目的，他经过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步骤，他神成为人，来到地上33年半的人生，至终起来讲神的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他说：“我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实际真理，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二步骤乃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说成了，成功神的救赎。他是代罪的羔羊，你我撒过谎，你我骗过人，你我动过心里的恶念，这一切都不是放下屠刀就可以成就的，这需要代价，这需要赎回，这需要遮盖，这需要除罪。怎么除呢？你写错铅笔字要用橡皮擦擦，你写错钢笔字要用那个什么什么啊，立可白擦，对不对？你人生的污点罪用什么擦？圣经的原则要流血，若不流血，罪断不得赦免。那你我的血流不起，一流就完了，对不对呢？你说，哎呀，牛羊的血，旧约都是献牛羊，我们孔子、孟子时代，天子都送牛羊，对不对？对，好不好？好，够不够？不够。牛羊只是代罪，是遮罪。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看那、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真正人的罪乃是借着他的宝血可以洗净。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犯罪，我看起来很高尚，但是我心里犯了不少罪。我母亲最认识我，我母亲就说：“哎呀，光宏啊，你哥哥啊，因为我哥从小被打大的，我看到他被打，我就不做该不做的啊，那心里做，外面不做。”所以他说：“你哥哥啊，是麻风长在外面，你是麻风长在里面。”哎，讲得好，讲得妙啊，讲得对。你要知道，我所以啊，人，你说，哎呦，我都没有罪。不要这么说，你我这两个礼拜所思想的、所心里啊、所想到的，敢不敢拍成电视剧啊？敢不敢拍成电影啊？我看很多都不好意思，原因就是里面有罪的成分。那么你是犯了罪才成为罪人吗？不是，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
是因为结的酸葡萄才是酸葡萄树吗？不是，因为它有酸葡萄树的生命，所以结酸葡萄。为什么会煮又汁结又酸又酸又臭又硬的葡萄啊？因为那个生命是又酸又臭的生命。怎么办？怎么办？你把葡萄砍掉就没命了，你我砍不起。神有智慧，所以圣经说神的智慧是什么？哎呀，你要受伤，他也要受伤。你受伤就是啊，你要咔嚓砍一刀，这叫做悔改，这叫主啊，我承认我错了，我承认我以前太靠自己了。然后呢，他也为我们舍命，咔嚓杀一刀，他砍一刀就在十字架上，他双手双脚钉十字架。请听，他手所流的血的罪，所流的血洗净我们双手的罪，他脚流的血洗净我们双脚的罪，连他的头戴上金刺的冠冕，让人用打的刺进去流的血，他头所流的血乃是洗净我们心思所犯的罪。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喊成了，各位，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受了伤了，然后呢，我们也受伤。我们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我愿意，我来，两个就结在一起，这叫做接枝的生命。圣经有个最大的启示，不是别的，神没有要来做别的，改良你啊，教育你啊。你要知道，一个酸葡萄，你越栽种，越浇灌，越给啊充分的养分，越结更多的酸葡萄。对不对？原来你没有学问，最多是暴力犯。你有大学问，三个博士，经济学博士，啊，犯那种啊动摇国本的犯的罪啊，把国家掏空几百亿，恐怕就是我们，对不对呢？所以啊，神的路不是用教育用什么，不是你的儿女要好。亲爱的朋友，我见太多，42年来我见了千百万人。你的路，丈夫不要改丈夫了，你改不了他。太太，哎呀。你也不要管他是河东狮吼，你原来以为是白雪公主，后来回来变成那河东狮吼，你也不要怕，不要难过。哎呀，你嫁的本来是白马王子，怎么一回来变黑马浪子？你也不要太伤心。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他这个生命就是个葡萄结酸葡萄的生命，只要来个意大利种，两个接在一起一长就对了。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成功救赎哦，他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然后我们只要说主，我要，我愿意接受，我也忧伤痛悔，两个伤口就结在一起，这叫接枝的生命。这个接枝就叫做二名二灵成为一灵，二命成为一命，这时候就连结调和，你我的基督徒啊就过得痛快啊。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基督徒真是越过越痛快。我以前呢，原谅我，25年前在这讲道，我看到我们呢，乌波波在这儿啊，我就讲到好紧张啊，所以我后来很后悔，你知道，我说我怎么那么不懂礼貌，下来都不会去跟乌波问个好，记不记得？我都不敢去问你好，因为哎呀，这小孩子嘛，不懂，害怕。现在啊，我可觉得真甜美，看到我乌丢还坐在这里，真是我们的榜样啊。亲爱的朋友，这个生命实在是一个叫人啊叫苦变甜的生命，不是借着别的代价就简单的和它结合在一起。我时间实在没有，所以底下说第四点，说神是照他的形象造人，第五点说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而且有生命树。各位，圣经所传就是要你得生命树，得永远的追寻的答案，生命。我刚刚说了，人的肉身叫 bios 的生命，人的精神叫 suki 的生命 ，psychological 的生命，而里面的灵需要一个生命叫做 zoe。这里的生命是 zoe。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是 zoe， 神圣的、永远的、不朽坏的生命。所以主说：“你必须重生。”我说：“你必须再生一遍，不要以为稀奇。”老先生说：“糟糕了，我要重生，赶快找妈妈。妈妈找到了，钻到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主耶稣说：“没有用，从肉体生的还是肉体，从灵生的才是灵。你要从神而生。”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可以第一次的出生，你没有选择。我们是无可选择的获得生命，我们是无可抗拒的失去我们这个生命，我们今天是无可奈何的度过我们的生命。但是你知道吗？重生是你可以选择的。你说：“主啊，我要。”生死祸福成名在我们眼前，我要主就给你。所以生命记第六处说：“我把生死、生命、死亡、祸福成名在你眼前。”各位，求主给我们智慧，拣选生命，
第七处说神爱世人，甚至爱到个地步把所有都给我们了，叫一切信入他的，各位不是花什么代价，只要简单的相信进入，信入他的就不至灭亡，各位，而反得永远的生命，永远追寻的答案。第八处我最喜欢，一起读，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乃是从神生的。接受他，信入他的名，他就有权柄。 You have a right 做权柄啊，做神的儿女，不是做养女哦，是做儿女，因为你有生命在里面。因为后面说这等人是从神生的，刚刚说接知的生命也是那个生命的话，今天、这两天听的福音的话种在你里面，像生命的种子，叫你得着重生，你就有神的生命，你就有生命的。你知道今天、很多人、说啊，我是某某董事长的儿子，哎，就验基因呐、这一验果然是，那只好他的财产就踢起杠啊，就一大块都要给他。为什么呢？有生命，有儿子的生命，就有权柄。各位，圣经这样明显的祝福，你我只要信他，得着他，就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是从神生的，怎么生？信而受尽，你就生了。哎呀，我记得乾隆皇帝不是喜欢微服下江南吗？有一次他下了江南了，早上去喝豆浆啊，不知道是真的故事还是、还是什么样的故事，反正有流传那么故事。他去喝豆浆，但是皇帝嘛，喝豆浆哪会带零钱呢、结果糟糕，口袋没钱，所以呢，这一下喝豆浆啊就糟糕了。说哎，小弟啊，对不起，我今天忘了带钱了、可不可以赊个账啊？下回还你。小弟一看这个人的气度啊，就是气宇轩扬不一样啊，气质不一样。他说：“哎，这个，先生，看您的气度，就是不一样的气度，啊，这个在人在外啊，难免会有不方便的时候，好不好？就让小弟今天呢、行个好，请客，我来请客啊，您就不用再还了，不要记在心上。”哎呦，这个人听了，皇帝听了可是龙心大悦啊，这一下他说：“哎，小弟小弟，咱们这样好不好？你干脆做我的义子，我做你的义父。”他这怎么敢当？一碗豆浆做了义子，这怎么可以？他说：“哎呀，就这么说定了，做义子。”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好，谢谢谢谢谢谢您这个这么赏识我。他说：“好了，那现在这样子。”他就把一块呀、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拿出来，啪嚓盖一个章的啊，就拿给他。你呀、将来遇到江南呐、有什么水患呐、有什么天灾呀、万一你呀、你的孩子啊、你的下一代过不下去，你来找我，找你的干爹啊。他说：“干爹，你住哪里呀？”“我家住北京城啊。”他说：“北京城，北京城哪一户啊？”你不用问哪一户，你去就找最大的房子。哎呀，结果呢，有一天果然落魄了。一落魄之后，他就真的到北京去，要找最大的房子。他就问：“请问最大房子在哪里？”还有这种问法啊？最大房子当然那里啊，当然是紫禁城啊。他就跑到紫禁城那里啊，他说：“我要见我干爹。”那些卫兵看他干嘛？什么？你干爹是这样子？谁是你干爹啊？我不知道，我干爹。他搞半天呢、真的是最大，他叫我来最大房子找啊，找不到。这时候他想到：“哦，对对对，还有那张纸啊。”他就拿出那张纸。哇，不得了！那张纸一拿，全部卫兵全部跪下，大喊：“威武，威武！”哇，大门开的，二门开，二门开的，三门开，他就进入至圣所，朝见他君王啊！哎呀，他见了君王了，他就叫干爹。干爹说：“我哪有这个意思啊？”他说：“你忘了豆浆哦，那个故事。”好了，哎，干儿子放心了，从今以后你包在我身上，你和你的孩子都住到哪里去？你看他们享福，各位啊。这个光故事听起来都很过瘾，对不对？现在这个故事啊，不过是人生短暂的故事，靠山山会倒，靠皇帝皇帝会老啊。现在有一位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不要那么辛苦了，也不要一碗豆浆了，只要你心里相信，只要你口里承认，我就赐给你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来，再读一遍好不好？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然后怎么信入的？底下那句话说：“你们听见了昨天的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它里面信了。”我希望经过这两天，你听了，可以得救。你只要信了啊，就在它里头受了，
信了就可以受了。你只要现在信，心里相信，马上灵就进到你里面受了。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就是神的自己，就印到你里面，就那个印玺啊，印下去了。将来啊，在天父面前他就认账了。哎，这个账在这里，马上天使都要喊威武啊，都接受我们了。这是真的，圣经的话。然后呢？啊，底下这一节很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唯有主的话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话。这话就是我们所传的。那底下说，好像怎么得着这话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最重要的是，昨天我说了，都是最简单的。他说，若是，就是你若口里，来一起读，你若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流血了，他埋葬三天之后，他死而复活了。圣经早就预言他要复活，果然他复活了。他的墓是空墓，我们不必迎，你可以迎佛牙，迎什么牙，你就不能迎主耶稣的牙，因为主耶稣没有牙可迎，他死而复活了。他是神，他经过死亡，他活了，他成了赐生命的圣灵。今天我在这说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他就感动你，他就在门口砰砰砰，林先生，林先生，赶快打开门，我要进来，我要做你的享受，做你的福分，做你的盼望。这是真的啊。然后呢，他说啊，你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信就得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的郑姊妹刚刚说了，他拜佛啊，他念佛，每天喊多少次啊？50000次，几个小时啊？13个小时。结果呢？空啊！你敢喊主耶稣50000次看看？圣经说啊，没有呼喊，没有人啊，一喊主耶稣不在灵里的，一喊哦主耶稣乱喊，你啊你假喊，以假，假喊假戏会真做。就现在啊，我们的师大附中的校长，他以前是戏剧社社长。所以他很会表演，你知道吗？什么戏剧都很会演。所以有一天呢，被他太太，因为他那时追他这个女朋友，带来结婚聚会。这个聚会啊，大家都唱诗啊，唱得很快乐。他说这个很简单，我表演很厉害，我也跟着唱。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跟着喊啊，人家喊就跟着喊。哎，奇怪，他说我演进多少戏，哎，曲终人就散。那一天竟然曲终人不散，我曲终了，这耶稣没散。我刚刚喊来喊去，好像还想继续喊下去，发觉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呼喊主名就必得救，亲爱的朋友，跟我喊三声好不好？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哎呀，不要50000次。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啊，在马来西亚就要做，就要出家居士。然后呢，所有大师到他们家都是他开车迎接的。后来他觉得人性没改，他就到泰国去做泥和尚。他带着儿子去做小和尚，他做大和尚。后来发觉旁边的和尚都是看钱不顾人，没有爱心。他又火了，又回来。后来听说台湾庙最多，所以他就住在虎林街，把台湾全岛的庙都拜访，都拜。但怎么拜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人性，他就到台南。那一个庙的旁边租个房子在2楼，他就天天去礼佛，3年半起来念经。我听他讲，我听到泪流满面，很感动。他真的认真追求。各位，所有这样追求的人，我都佩服，但是我都同情他们所追求的结果。陈化团说，他有一天从庙里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我人性不能改，他那个虚荣心不能改， Rolex 的表还有几个戒指拿不掉，他的冬天还要穿短袖，为什么要现出来秀出来？但是很气自己那种爱慕虚荣，你知道吗？还那天从庙里出来的时候，打太太凶得很，那天从庙里出来啊，他就向天呐喊。哎，各位，你只要向这位真神喊，我有没有跟你讲，我母亲呢、也是这样，昨天就说了，我母亲拜拜啊，我们家的佛像还是印度原装进口的、那我母亲拜的时候不是好兄弟啊什么你都来，他只有一句话，假神请你来用饭，啊，假你别来啊，真神请你来用饭，假的你不要来。后来我们因为这个祷告，我们遇见了神。这位他也是这样，庙里一出来他就喊天，天哪，到底有没有神啊？他发脾气了，
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有神，神啊，天啊，求你从天上派一个贵人来帮助我，不要让我寻寻觅觅，从泰国，从马来西亚找到这里。神听祷告，他住二楼，天上四楼住一个方弟兄，就下来跟他传福音，带他得救。他说：“你念那么多，不要念那么多，四句话就好了。”哦，主耶稣，阿门，哈利路亚。他念一天以后，整个人到天上去了，完全喜乐，得着主了。亲爱的朋友，这都是真的故事，真的。哎呀，我最后再说了啊，有一次有三个人啊去叩门，这三个我都认识，去叩门。我们那时候看我们拜访，一家一家拜访，叩到一个豪华大宅，他想这个家啊，但不好叩，就叮咚叮咚两声没有人回，就应该离开了。但圣灵神的灵会活的，说这一家啊不按牌理，多按几下，他叮叮咚咚叮咚叮咚多按几下，果然就走出了一个长发少妇。非常漂亮，但是非常忧伤的脸。先生、小姐，你们要做什么？他说：“我们来告诉你人生的奥秘。人生是美国人生，还是韩国人生，还是美国花旗参？奥秘是什么花蜜什么蜜？他以为是推销员。他不不不，我们要告诉你人活着的价值，人生是个奥秘。啊，这个没听过，请进，请进。大门开了，二门开，二门开了，心门开。”他们就跟他讲，你要知道人生啊，赚钱不是目的，人生啊，美貌不是答案，人生爱情不是目的。反正我不是讲那么细了，他那是讲得很细。一听听讲到爱情，他眼泪出来了。一讲到富有，他也觉得很无奈。他说，是我承认这一切都不能满足我。然后他说，人被造本来都不能用这个满足，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灵，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成为一灵。啊，他一听啊，真平安之子。他说：“好，这个我要，怎么得着？”他说：“啊，你呀，知道主耶稣，他一受浸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像鸽子降在他身上，鸽子就平安了，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然后天父就欢迎接纳他。”他说：“你要只要一受浸，信把主接受进来，受浸把你进到神的国度里，你的人生就改了。”他说：“好，马上就在浴缸里受浸。受浸上来之后，才问说：‘你们各位，我怎么称呼你们？’”他说：“我们都有这位天父的生命，叫弟兄姊妹。”他说：“弟兄姊妹，请你到我的卧房看一看。”哇，好大一个席梦思床，床上好小的一个矮凳子啊，椅凳子，凳子上面有个横梁，横梁上面有一个很粗的绳子，正在上吊，吊一半，叮咚，要死了，管这么吊，再吊，叮叮咚咚，不管。再掉，叮咚叮咚叮叮咚咚。他说这个 special， 他就下去开了，结果他信了耶稣了。哎呀，他免死了。亲爱的朋友，后来再问一下，原来他是有名的武打明星，啊，差一点这样结束自己。他成为我们亲爱的姊妹。亲爱的弟兄朋友，我说实在，我真的是带着何等的期盼，你一定不要错过。我昨天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没有特效药，你不要到有一天，哎呀，被栽过了惊醒，所有信主都后悔，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信？因为主来了，叫你得生命，还有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最后一个比喻就结束啊，两个人在沙漠中行走，哈哈，走到一半呢，就看到有个牌子说，拿的人要后悔，不拿的人也要后悔。两个对看，一个说拿的要后悔，我不拿。另外说，哎，不拿也会后悔哦。他就抓一把地上的东西，就放到口袋里，进城了。在沙漠地，眼睛是昏花的；在人生的荒漠，好多将来的事，什么永远的事，都是昏花的。等到他进了城之后，眼睛亮了，他把那个抓在口袋里拿出来看看，哎呦，闪闪发光啊！这个不得了，拿去珠宝店一鉴定，最好的宝石。请问拿的后不后悔？拿的后不后悔？不，先问不拿的后不后悔？不拿干嘛后悔？当然后悔啊！哎呀，我要知道我就拿了，真是不拿，还干嘛？皮鞋倒下来，倒倒看有没有两颗，也倒不出来。哎，不拿真是后悔。亲爱的朋友，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讲。圣经告诉我们，主还要第二次再来。来之前呢、啊，有几件大事要发生：有地震，有饥荒，有战争，有欧洲统合，圣经都写；还有以色列要复国，王国2600年要复国。这些征兆一来，主耶稣就要来了，恩典时代就要关了，福音就不必传了，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时候不拿的绝对后悔，亲爱的朋友。然后拿的后不后悔啊，林先生？拿的也后悔，为什么后悔啊？哎呀，我看到林先生名字好啊，信雄啊，是相信的英雄哎。
求主给你有信心呐、啊，得着主，得要拿，而且不止拿，还要拿得更丰盛，对不对啊？我们啊，您家里就要真是庆祝啊啊，祝福满堂了 啊！各位亲爱的朋友，真的，我就拿的，不拿的，拿的后悔，后悔不拿的后悔，对不对？拿的呢也后悔，后悔什么？拿太少了。要知道，我把衣服脱掉啊，所有袋子全部放空，全部包回去就好了。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永远的生命。你永远追寻的答案在这里，不拿的绝对后悔，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不是特效药。然后呢，拿的也后悔。你我已经拿的人，我已经拿42年了，这42年我抓住每个现在继续的追求，我每一天过得何等踏实。我可以告诉我说，我比较不后悔，但是我还要更认真的追求，好叫我永远不后悔。愿主祝福大家都做不后悔的人，好不好？那若是愿意做不后悔，跟我一起祷告，请我们站起来，站起来唱，听我唱奇妙爱。现在不止我唱了，你也跟着一起唱，哇，都站起来了，这是主耶稣。全家。